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万龙真主敖广，好，东海龙王啊的升华二关卡，八 CD 八，九力以上。OK， 那我们就是先除那个腐蚀哦。其实很简单啊，左边一排，右边一排就结束了，这样懂吗？哦，但是因为我要预备给下一关用哦，所以这边我就做一个储机的动作这样。嗯，哦，不小心删掉了，那无所谓哈。看来动作可能有点多余啊，顺手了无所谓，顺手就是对啊，就顺手嘛。好，左右两边各十，这样加起来是十颗，十三颗，应该是的，不重要。这样是马虎广，要让它跳起来哈。然后这边又是七 D 八哈。跳起来啦！我看要几颗哈，十二颗以上。五次水属性攻击，虽然说不晓得配置是要做什么哈，那无所谓了。好，我们就是十二颗以上，我送他一次就把他送走了。基本上就是这样好吧？谢谢，拜拜，升华二。万龙真主敖广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